我们常说，男人看重女人的过去，女人看重男人的未来。那我就特别想问问我们的女性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是否看重男人的过去呢？特别是如果这个男人在和你相爱之中隐瞒了他的婚史，你能接受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寻爱人孙先生登场。我叫孙成忠，我来自这个东北。我来天津工作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我的女朋友。我为她放弃了这么多，就因为这点事儿，她呢现在也不接我电话，我现在也无法找到她。所以呢，我这次呢找到这个栏目组，想让栏目组呢帮助我寻找我这个女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，来，请坐。什么人丢了？我的女朋友。因为这个事儿的话，我们也吵架了，但是第三天之后，他无声无息的就走了。